老公，我真是不想你出去了。你说，我们这打这么多年工啊，也攒那个钱的，去到屋里随便上下班不好？到屋里搞我呢？谁搞我都可以啦，至少还是跟二哥打工还才对个啦。我不想再打工了，我就想出去开厂子，想几年了。你看我们店里那几个出外面都搞了钱了，最起码我不能留遗憾。到外面要是弄了钱了，把妈妈把二哥都接给了那个，就在城里买个房子不多好。我饭已经吃完了。好，可以可以，就到门口玩，不跑远了哈。好，好，听话啊。好。珊珊，你们买的几点钟的车票啊？还有两个小时。你不翘课了？嗯。东西家还收好没有？收好了。好好好。妈妈，那这一个人到屋里照顾阿哥啊，注意身体。好，放心了，妈妈身体好得很呢。还有就是接送阿哥等路上注意安全。知道的，你看这小伙子那天天都是我接送。放心啊，你们到外县安良爱心搞事。那个田丁呢就不忙了，就依赖心一下吧，算了啊。好好好。珊珊，你们这一路都辛苦了啊！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些都是我们老家过来的。嗯，来，你们都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跟老彭哥在这边也搞了这么多年事啊，搞了个档口才搞事。我开的一个网店。我在这边呢，搞了一个菜园子餐馆。我在这边呢，就开了个服装厂。我在这边开了一个印花厂。你们都搞得蛮好。说来早，我们两个是一直在铺上面打工的，这些年也攒了个钱，今天想过来这边开个服装厂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骑，骑了呢，明天我带你们到市场上面考察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都骑。哎，乐乐，你妈妈呢？妈妈，有人找你。好。哎，红哥，乐乐，快叫人。叔叔阿姨好。对，乖乖乖乖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两位呢是我们老家的那两个朋友，今天主要是带他们在那个市场上面都看一看，转一转。他们呢准备在那个开个服装厂的。哎，你蛮好嘛，到我们有货给他们做啊。哎呀，对对对，老乡之间去互相帮助嘛，都是老乡嘛，应该的应该的。对，那以后就拜访你了啊。好。
那个我们先去逛好了啦。好好，那我们去带我们先去逛好个啊。好，有时间再过来玩啊。好嘞，好好好好好好，那先忙。觉得这个位置像模样可以，我之前叫表表刚刚联系的，这个位置要是定下来的话费用大概是50万，你们要是差钱的话我就先把你们定下来。钱够钱够，就这个吧。确定了哈。你我们开始招工吧。那好啊，哦，发烧了，好好好，我马上来马上来。搞就不搞了，我们这帮兄弟姐妹都是从你来的，你不搞了叫我们何去何从啊。那我们那个啊，
哪个想在外面漂泊？都不是为了生存。